OK， 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路的游戏解说。咱们现在来看这场比赛，来对 ET 大表哥对战河池，这是一场开枪赛，左边是 ET 大表哥，右边是河池啊。老二不服气啊，刚才输了，那把输的有点不服啊。这是开枪啊！大表哥换上了吉斯，亚不错！我靠，老二这边丝血赢了对方的吉斯，没想到吧？山崎龙二是一匹大表哥的中间，手底是选择了大海的味道。吉斯这个角色其实谈不上是顶尖那种性能的，他跟八神其实差不多啊。不打 M 大师了，那个还没有确定啊，还没有确定，还没确定下来啊。淡定啊，淡定。上一把是何时输了啊，何时输了，现在何时现在上齐家社，把洛克手底，他也换了新角色了，目前大家都在多练几个角色啊。对于 ET 大表哥来说，夏二美是他最后的希望，不过好在对方的其他这一块没他折腾掉了。三清泉带 ES 的吹飞，好，他们大起身，小牙逆架，我靠，大表哥直接用被空的紫箭头判定给他抓下来了，一个尖刀脚。你觉得这一把谁能先开张？朋友们，觉得大表哥打个一，觉得何车打个二？大海雷暴不是。哇，两气的臭皮渣，洛克这血量有点堪忧了，下边战没带比赛，老二准备接顶点，好了，但是打不死啊，打不死，对方体力太多了。他这里你看他手上带着火焰了，就是他收招是按键不同啊，动作不一样，这里是给自己加一点 buff， 加破防值，加晕值的一个效果。粉炸机，大表哥粉炸机了，我去，刚刚好有一气打满，刚好这一颗气啊，一个粉炸机把老二给他 KO 掉了。